人有两种，一种是我，一种是你。两种人同一个世界，有融合，有冲突。两种人同一个祖国，我就是捍卫你的力量。力量是一个声音，我心坚信的声音，也令平凡的你有了推动时代进步的非凡力量。当你飞越四海，我则坚守高原。自无怨，至无悔，因信念而无畏。人生几何，五十年独一无二。没有人拥有完全相同的成功，却有人有着同样成功的人生。点点星辉汇聚而成的，才是最璀璨壮美的银河。今天的你，还有你，每一个你，即便怀疑自己，怀疑人生，却永远坚信我会在这儿，所以我就在这儿。你坚信我，就是祖国坚信我。我守护每一个你的梦想，就是守护中国梦。